朋友当中男生多一点女生多一点？差不多吧。差不多、哦、差不多五五开。是男性朋友多还是女性朋友多？男性朋友多。男性朋友多。对，出来都是男性朋友。是吗？是。女性朋友为什么会少啊？哎，因为我一直跟我哥们儿就大家一块玩音乐啊、嗯、然后吃饭啊，女性朋友好像越来越疏远我了。